少整点啊，兄弟们，少整点，意思意思得了。我唱一个这个歌，首唱在直播间里唱的。哎呀，来一首飞的新歌啊！喂喂喂，谢我圆圆加歌。感冒了吗？一直没好。草原的太阳下了敖包山，马头琴的琴声飞过天地。我的思量像野马在撒欢，装在你心上一遍又一遍。我骑上骏马奔向你身边，跑过了红雁，飞过了高山，顶一把篝火映红你的脸，马奶就春香喝醉一百年。今生不变，我的真心像歌颂一片片，还在你心上，还在你身边。火辣辣的情歌，火辣辣的月，火辣辣的我们相依相伴，往后的时光。先看看，谢神秘哥，谢我们的左右，谢神秘哥。小雨咋搞的？我唱唱什么诗？今天城市近二十吗？今天城市近二十，九点开始人气票，控制点，控制点，就没开始呢。草原的太阳下了敖包山，马头琴的琴声飞过天地。我的思念像野马在撒欢，装在你心上一遍又一遍。我骑上骏马奔向你身边，跑过了红雁，飞过了高山，顶一把篝火就春香喝醉一百年。火辣辣的情歌，火辣辣的月，火辣辣的爱情，今生不变。我的真心像歌颂一片片，还在你心上，还在你身边。火辣辣的情歌，火辣辣的月，火辣辣的我相伴，往后的时光，策马到草原，看尽那夕阳，看不尽笑脸。欢迎六六随意大哥，谢谢我们的布衣哥，六六随意哥，能不能给我留点票？最后一天啊，明天也很重要，家人们，今天还好，明天很重要。谢布衣哥。我骑上骏马奔向你身边，跑过了红雁，飞过了高山，顶一把篝火映红你的脸，马奶就春香喝醉一百年。火辣辣的情歌，火辣辣的月，火辣辣的爱情，今生不变。我的真心像
完了，我们九点以后再打人气票。聊会儿天，也再次谢谢六六随哥，六六随哥，啊哥呀、啊，记得啊，明天有时间来看看我啊，啊哥。还有最后一天，哥。妈，这是我马哥吗？马博老师吗？啊，他咋知道我小号吗？还有很多人问，哎，你那个菲儿怎么没上那个年度？菲儿那个年度，我超越不了菲儿。所以说用腿哥，菲儿走过一次了，腿哥也想试试。马博，这歌就是他写的，歌的名叫《火辣辣的圆》。啊，不是一个人啊，我还以为是一个人呢、啊，是不？我看一眼，你这里老金说不是一个人，我瞅一眼吧。草原的太阳下了敖包山，马头琴的声音飞过天地，我的思念像。是不是吗？怎么不是呢？是，没有点关注的给马博老师点点关注一下吗？是，瞎说。就是他，再有8分钟，兄弟们，人气票开始，完了直接就是有一个非联屏的一个，非联屏的一个什么呢？跟大家讲一下，有的兄弟们知道啊，有的兄弟们知道，就是一会儿呢，我加一个，我弄一个什么群呢？我弄一个，就是大家这个都有五级，都有基本上都有自己家粉丝都有五级的灯牌，五级、九级和十二级的群。大家能进哪个群呢？到时候大家就可以进哪一个群。到时候我把这规则和咱们这个重要的赛点和咱们要几点几点要做什么，我会发到这个群里边，我就不往大号那个这个弄了。大号那个吧，他那个因为我没有播，他我直播弹窗话弹不过去。到时候大家可以在那个我大号群里边去说一下也行。今天是半决赛，明天是这个区的一个决赛。区的决赛叫什么呢？绥化综合赛道。开在你心上。没有，他就是五级、九级和十二级的群，再一个十六级，我这号都没有十六级。这九点整一波有赢了有加成吗？对，就是三局赢了有加成。所以说就我们就定个，本来我今天都不想打这个加成，我心等零点以后再上票，因为零点以后上票直接就是决赛了。我们相依相伴。U 盘没有卖的宝贝，但是我们 U 盘14级是那个非会送给一个 U 盘，到时候你把地址留给我们就行，等你升到14级可以联系我。我比你急吗？群里边兄弟们，我什么时候上票啊？这家那个私聊我，你整不整了？人都打热火烧天，你怎么没开始打呢？因为你们直接给我送半决赛了，我就不用拉票啊。那你说你们给我咔给我送进去了，完了你就问我怎么打怎么打，你说你都给我送去了，我都中间你都没有我了，这过程都给省了，直接打半决赛了。你还问我你怎么没有那啥呢？怎么不努力呢？就是什么呢？因为一号二号为啥呢？我这个五号就可以打了呢。一号二号你给我送半决赛，我怎么比有分儿他也没有我呀。今天进20，我太难了。今天要进20吧？对，今天要进20。谁呀、啊？又给我开的新守护，家人们，我们小助理帮我看着点，帮我感谢一下啊。谢谢一万哥。所以说就是今天呢，就是今天我都说了不想打人票，兄弟们说你多多少少你整点分儿啊，你好歹你也得进呢，对不对？你好歹你得把这个你
整个又不等多整，我们拿点人气票9点。我说9点太难了，试试呗。好，正好有个连屏，直接就，人气票干连屏了。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唠唠嗑了。到时候我会有一个什么呢？经典好几年的小本本没拿出来了，这回今年咱要拿出来玩一玩小本本了。我骑上骏马，奔向没有九级群呐、跑过了红岩，飞过了高山。我看看。WiFi 不太好使。马来就春香，喝醉一百年。火辣辣的情歌，火辣辣的夜，火辣辣的爱情。换个 WiFi 啊。今生不变，我的真心像歌像一片天，开在你心上，开在你身边。火辣辣的情歌。这呀，密码是啥嘞？WiFi 密码啥了呢？小本子，这我那小本子多少年都已经不用了，这只有记小本本，这有这回真正的刺激的年度来了，9890吧，好，这，走着，不对呀。好了 ，OK， 上来了，大写的。哎呀妈，你来了我也好了。我的真心像歌声一片片，开在你心上，开在你身边。我也想加入团队。哎呀妈，我六六随意哥又续了月度会员，谢谢我六六随意哥，六六随意哥，咱能不能最后一天的时候给我整一个万元榜？我现在在收集万元榜。欢迎无名哥。谁打可以？你也可以万元榜啊！五级群满了这么快呀？就再整一个，你大家那个年度期间这个群，咱就别那个什么，别重复进啊，别重复进。还没有九级，慢慢来。本来我就寻思打完人气票的嘛，打完人气票再弄。你说你们太着急了，群里边都炸了，我什么时候上票啊？你跟我说一声啊，我心里都没数啊。大哥问你几号？守塔最后一天，12号0点之后，大哥12号0点之后，要是有时间的话，就12号0点。完了，还有一个城市赛的是9号的0点，这两天都行。最好是两天都在都来，200人就满了，是不是我粉丝没过不能建500的群呢？哪个城市？绥化市。在我的主页里边，就主页点开菲尔，就这个地方点开菲尔，这里边这块有群。我的群呢？点开主页，主页这个地方就有群。胖，你把群挪到这个前面第一个来，看能不能挪。现在得扒楞一下啊，看不见这块儿，就得扒楞一下，就有个群，公开的群。这照片写的呢，5级几级啥的这个。啊，没有九级群，那个图片没做，你先临时弄一个。我告诉错了，我就告诉5级和12级了，9级忘告诉了。大家别重复进群啊。你这个防窥啥也看不见的。今年就咱家这基本上就是咱们家基本上呢，就是有能充100元的我们就充100元，能充1000元我们整1000元的。1000元到时候我会规划一下，大家就是每天整个100元的，完了我临时规划完，到时候我挨个的就给有的愿意进群的我们就进群，不愿意进群的我到时候统计一下数就好了。完了有能上1万元的大家也跟我说一下。你跟我说一下，你不跟我说一下，也有可能我会找你一下。你最好跟我说一下啊。完，到时候这边那个让哲还有小胖把那个到时候把那个名字记一下。马奶酒醇香，喝醉一百年。5和12写反了，一天这一天呢，你们紧张个嘚儿啊！他们说那个啥。
狗哲，你把那个啥，你把那个，你把群的那个头像，写那个整反了。我看啊，可不咋的，啊，九级，可不咋的，你紧张个嘚儿，你紧张。这没开始呢，你说人家都没紧张，你这两个小助理紧张成这样，头像都干反了，给我调过来。兄弟们，先不管他们，完了，咱先那个啥，咱先走人气票。感谢波一哥的520人气票。感谢波一哥的520人气票。现在连屏 PK， 连屏 PK， 就是不出人的非连屏 PK。谢谢我们的依依，谢谢我们的波一哥，谢我们的小石头，感谢我们的记游记哥，谢我们军方哥，谢我们的安神哥。谢谢我们没有歌号哥送来的520人气票，谢谢风光无限哥，感谢我们的猛瘸子腿好，还有安城哥的688，谢谢我们谢飞翔哥，谢谢高雄哥同学送来的999520人气票，感谢我们的哥哥，谢谢我们的猛哥又来的520，谢谢我们的三哥，谢谢我们沙漠的风，谢谢我说，感谢我们的富翔哥，谢谢我们的夜幕思念，谢谢我们的天空，还有我们的孤晨，感谢我们的玉姐，谢谢我们的火麒麟，还有樱花爱世界，是非常想念哥送来的1314，谢谢我们赖皮哥的520，感谢大家每一张188还有66人气票，感谢我们的最新风。感谢我们的 SP 一哥送来的88人气票，感谢我们的白票一号的一手两手人气票，三手人气票，四手人气票，五手人气票，六手人气票，七手八手九手十手，哎呦我，说卡住了吗？哥你刷多少组人气票？我520。谢白票一号哥，感谢白票一号哥，谢白票一号哥，是我卡住了吗？还是多少组了？这是，谢谢我们的袁，谢我们的袁哥，谢我们的倔强哥的520，谢谢我们袁哥为家人送的999人气票，感谢我一哥，谢我们的西月送来的133人气票，谢我们的淼淼直接上来百元榜，感谢我们的搬砖人，感谢我们的街舞严哥，妈，直接从那个50名给我干到第8名了，谢谢我们的街舞严哥，谢谢我们的秦哥。感谢我们的王少军哥，先每人走一张人气票，一人一手人气票。感谢我们的梦回少年哥，也谢谢我们的玻璃小人，谢楼兰，谢谢我们的小伙，真是看你们着急了啊！哎呀妈，谢谢6641哥送来的荣耀之巅，感谢我们的七七，嗨，感谢我琪姐，谢谢我姐，谢谢我们的小草，谢我们的桂英。感谢我们的何哥，谢谢我们的冲冲过客，感谢我们的用哥的人气188人气票，谢我们初心哥的520，感谢我们高雪哥的188，感谢我们的9090哥999人气票直接上来的百元榜，感谢我们平常新哥，哎呀妈，这给我开通的会员，我看见了啊，谢我们一只企鹅，谢谢我们6641哥送来的荣耀之巅，感谢我们的胡子，感谢我们扒了洋葱的心，感谢我们的萱儿姐，谢谢我们的微音者，感谢我们的阿乐，哎呀。阿乐，阿乐现在晋级了吗？谢谢我们的冲冲过客，谢谢我们永康，谢谢我们的企鹅，这个三个符号哥，谢谢我们一如既往哥。哎呀妈，我都念不过来，谢谢我们的黑黑，谢谢我们的独饮，感谢我们的0215哥，谢谢我们的四哥同时送来的人气票，感谢大家灯牌，灯牌没有升的小二们来点灯牌，升上灯牌，这两天估计这两天打的人气票会多一点，谢我们的小风铃的520人气票，感谢我们的虚无哥，谢谢我们眼泪的腿哥的眼泪。这还有假牙，还有腿，还有眼泪啊，还有啥呀？有没有腿哥的头发呀？谢谢啊，我们看看哥，谢谢我们的冷蕊，谢谢我们的灰面哥，感谢我们的静静听哥，谢谢我们的夜猫子，感谢我们的天心，谢谢我们的不易。没有丢灯牌的，把我们灯牌点亮一下，粉丝团点亮一下，谢我们的暖心，感谢我们的飞鸟，感谢我们的快侠哥，谢谢我们的先生，王谢我们的王先生，谢谢我们的特务蓝天哥，感谢红哥，谢飞哥同时送来的520人气票。谢我飞哥送来的88万人气票，哇哇哇！谢谢我们的5哥，谢谢我们的2015哥，谢我们的4哥，谢我们的山楂哥，谢我们的77。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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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谢谢我们的蓝天哥，谢谢我们的逆风哥。
的碗里，感谢我们的六下子哥送来的碗里啊。哇哦，谢谢我们的酒吧，谢谢我们的冰雨。哇哇哇呜哇，谢谢我们的日晨哥，谢谢大爱乌江哥。感谢我们的风一样的汉子，谢我们的三秋未见哥，谢我们的成功哥，感谢我们的小磊哥，感谢我们的火腿儿，谢谢我们的哥，还有俩成龙，谢谢我们的长哥哥送来的999上来的百元榜人气票，感谢用户哥。我看看啊，可能我有的兄弟们都没有感谢到呢，感谢一杠一，谢谢一杠一哥。百元贡献直接上了47位，兄弟们没补的直接补个百元榜。谁给我开的新手户？感谢我们七色光哥，谢谢我们魔君哥送来的会员，感谢我们的布衣，谢谢我们的火腿儿。谢谢我们的迎春哥，谢谢我们，哎妈，我先别唱了，我感谢不过来。谢我们迎春哥，谢谢我们人间看客哥，谢谢我们的华东哥，谢我们的神鹰哥，谢谢我们的天赐哥，谢谢天赐哥送来的加冕。这个比赛赢了会得30%的这个加成啊，30%的加成。就假如说现在什么呢？现在是10000的值。假如说现在是10000的值，打比方100的值，你赢了之后会加到你这个日赛里边的30%，就变成130或者是13000，懂了吗？谢谢韩哥的加冕，助力人数家人们一人来一张，助力人数宠一宠。谢谢我们乐行哥送来的新会员，谢谢神秘哥。钻石跑车，对对对，还有这个钻石系列的会有1.1倍加成，1.1加成的就是100，就相当于110块，200就属于220块。谢谢我们的风哥送来的今日松石，谢谢我漫步人生哥。完了，我看你们是一点都控制不住了。谢谢我们的婉儿，谢谢路人，感谢我们的869哥。按耐不住了，你们是不是按耐不住了？谢谢我们的夏，谢谢我们的夏雨出行，谢谢神秘哥送来的私人飞机。飞机的话也可以升钻石，钻石的都有加成，1.1加成嘎嘎的合适。谢谢我们的小智哥送来的加冕。这首歌宣传宣传，家人们，谢谢用户哥，费老大就是牛，错，是我身后这帮企鹅和大哥兄弟们牛，没有他们我是个爸，我是个片儿，我只不过是一个带他们素人唱歌唠嗑的一个主播。酒杯太浅，去不散的心惆怅，香烟太短，追不回往日时光，我们爱过错过也，咱家大哥还有兄弟们比我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咱人多，别怕情深遗忘，还不是逃不过人，只要规划好啥问题没有。六随意哥，到时候我说了就是12号啊，12号我哥答应我了，是不是？如果9号有时间的话，9号也可以来，就是0点会有3倍的加成。一会儿打完人气票10点的时候，我就给我谢谢麻烦哥，谢不服就干哥，给我六随意哥加上我们的万元户里边。组织万元户和千元户啊！谢谢兄弟们送来的战鼓。多少次在夜里细数悲伤，就如惆怅化作热泪两行。谢谢想念。
下一场是四分钟以后开始了，我再告诉大家。我先说两句好不好？别慌，内心惆怅，别慌，想念太短，追不回往日时光。谢麻烦哥送来的鼓励全开。我们爱过错过也情深遗忘。15分钟之后呢会有第二局 PK， 第一轮呢咱赢了，拿下了之后呢，我看是多少值啊，我看一下多少值。到时候打完之后呢，他会加上30%。啊，我这种感觉好像有点欠揍呢，咋感觉？3139，咱就算3000值的话，乘以30。我是不是二丫那个？是哥，神秘哥，你是谁呀？你神秘人，我之后我就那啥，我不知道你是谁，我这脑袋不好使，我算算啊。3000乘以0.32，变成3900。收，一会儿再上。不是15分钟之后解，对呀，还有2分钟，下一场开始吗？15就是9:15开始。你能算清楚吗？能，我告诉你，这个年度我算的嘎嘎清楚，但也有点不太清楚。谢谢我九哥，谢谢我九哥的千元户，九哥还有想念哥。我直接商量，最后一天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整个千元户和万元户？我到时候把名记上，我到时候整一个30个或50个万元户，完了，一起上，打三倍上。今年的规则呢，人气值呢跟去年差不多，就是赛点不太一样。就是为啥哪儿不一样呢？去年是每个赛都要打，今年是可以选择赛道的打。咱们呢，是从第一步走到最后一步。今天下巴有点尖吗？可能是那美颜拉的吧。去年年度他们说都没咋过瘾，就激动了一天。没事儿，我从现在开始让你每天都激动，找找当年的激动，那心颤抖的手。意思是别人也可以进咱这个赛道吗？就这个区的，就假如说绥化这个区，所有的绥化的区本区和我这个区和这个黑龙江的哪个区，它汇成一个嘛？会一个区一个城，一个那个叫啥了？省的叫啥了？哎，省的叫什么那个？区县赛，城市赛，那叫啥了？啊，对，地区赛，就是地区赛呢，包含这些人，就是这些打比赛的里边这个区和城都汇聚到地区赛里边，所以说地区赛是最猛的。谢我们的小样儿，绥化有啥牌面？绥化没啥牌面，但你连绥化都整不上牌面的话，那你属实就没啥牌面了。有点绕嘴吧，但是能听懂是不是？非不屑于这个绥化地区，但腿儿啊，腿儿屑呀，屑于啊。绥化也有奖杯，绥化市的这个城市赛有奖杯，区干赛也有奖杯，完了那个地区赛也有奖杯。我城市没拿过，区赛我也没拿过，但是那个啥嘛拿过，那个啥了，地区赛拿过。开始干了吗？开始了，
我给你们换个曲了啊，家人们，来接着走人气票啦！有啥票来啥票，能整个百元榜，我们小小的整点百元榜就行，家人们啊。感谢我们的夏雨送来的跑车，感谢我们的千里哥送来的999人气票，谢我们的大叔子999人气票，谢谢我们的望北哥送来的人气票，谢我们的秦源送来的人气票。哎呀妈呀！感谢我小亮哥又一个千元护着拿萝卜，感谢我们的道鱼哥，谢谢我们漫步人生哥送来的跑车，感谢我们的旭日哥的玩脸人气票，谢我们漫步人生哥又来的钻石跑车，感谢我们的花心送来的999人气票，直接上的百元榜，感谢我们的小马哥送来的188人气票，感谢我们的飞送来的188人气票。感谢我们的朝夕相处哥688人气票，谢谢我们的青丝的999人气票，直接上来的百元榜，感谢我们的老周，感谢我们的周哥玉姐，谢谢我玉姐，哎，守塔谁怎么还上上了？谢谢我们 L 这个送来的999人气票，感谢我们的天心，感谢我们的瑞爷，守塔那个群最后的那个加成上啊，谢谢我们的傅云哥，谢我们的黄莲姐姐，谢谢我们的微尘哥。送来的999人气票，感谢我们的怒狂哥送来的武力全开，感谢我们的张 Sir 送来的加冕。哎呦，打完了玉姐啊，那明天的谢谢我们的自我哥188，谢谢我们的土兔玉，这个字不认识哥。送来的百元榜，直接干的百元榜999人气票，谢谢我们的小杨哥送来的加冕，感谢我们的烟灰。现在我们第几名？现在我们是第三名了。谢一美辉哥，谢一抹辉哥送来的奖，一抹辉大哥，你等会儿，我九点有事跟你说。感谢我们的汉泉哥。我以为是菲尔，我就是。感谢我们英雄哥，谢我们的小凤玲送来的加冕。谢我们青云线上的688。说呢，你瞅瞅人家整的，从上个月开始我就期待你干比赛，干比赛，干比赛，嗯，我就一直等你到现在，我都等一个月，我就看他们打了啊，你一直没上手，现在可以上了。谢谢我们的海北冰洋哥，谢北冰洋哥，人气票，哎呦我九点人气票第五名，助力人数1000多，家人们没有开助力人数的，每人来一张，手账人票200人，其实别光那个啥，啥都得开。我告诉你，眼通八方，耳听四方，嗯，是这么说的吧？是吧？啥都得看。谢谢我们的克哥啊，这是我九哥的小号，那个手机没电了。哦，谢谢九哥，谢谢不靠谱哥，感谢欢迎安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你给我说反了，我这衣服有点热，一会儿完事的时候我换一个衣服，太冷，里边带毛的，我害怕我自己太冷了。哎呀，谢谢我九哥，九哥你是九哥你我先问问你，你给没给我留点啊？你别今天哭噜哭噜哭噜，你们都整上了。九哥你留点没啊？你留点啊，九哥。你这太冲了，你这第一天哐哐就上上了。第二名了，感
都主要是走走人气票啦，或者是小小礼物，整个百元榜啥的啊。大哥辛苦了。其实我跟你讲，我嘴上说别给我整那么多，别给我整那么多。其实我告诉你，心里边都没，我告诉你，就主播就越这么说的时候，心里边越美。你知道为什么吗？自豪啊，感觉那种低调的那种自豪感，它不一样啊。嘚瑟，真的，其实我心里话，就是大哥，别整太多。但是你大哥给我刷完之后，我这心情可激动了。所以哥说12号准时来，9号争取来，好嘞。兄弟们还有说了，在群里边说你跟大哥有没有都告诉一声啊，我们当炮灰，你让大哥啥的，我说大哥最后一天都上啊。但是不得不说，还要感谢六六随意哥。虽然大哥已经这个没在直播间，我还得说一声谢谢大哥，这个第一天就来表态来了啊，飞我挺你啊。欢迎兄弟姐妹们回家，这有事儿一点都不怕啊，你给我冲上。谢谢兄弟姐妹们啊。我还是那句话，兄弟姐妹，根据自己这个自身的条件、这个情况啥的，我们这个送礼物，就是在直播间为飞、为腿儿加加油，给帮忙感谢一下大家吧。这个氛围，我告诉你，这个就很多东西是买不来的。啊？谁？我飞没老，我也没老，战衣都在。那只不过去年为什么？去年就激动了那一小会儿，就那一天。我说了，这回比赛呢，让大家多多的激动几天。目标是什么？没啥目标，兄弟们，看表情。为啥呢？有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说你放个狠话呀，你会干啥？都告诉你黑马特别多，这玩意儿比赛这玩意儿可说不准，黑马特别多，但是气势没有几个谁家都有这样的气势。岁数大了不能老激动，可不咋的，我一激动现在我血压还往上升，不知道咋回事。那玩意儿才怪呀。 Hello, Moto. 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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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夫妇和球哥送来的520人气票。 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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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2分钟这一轮就结束了。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票数打在这个非连屏的这个里边，就这里边它是会有这个翻倍30%，不叫翻倍，就增加我们所有的票数。不是说之前是打在这个VS 这块，不有一个这块哎这儿吗？这块的票数是翻倍的，而不是说就是你打在哪个里边赢了的那个地方就翻30%，听懂了吗，家人们？就是有票我们尽量打在这个VS 里边，这个 PK 里，非连屏的 PK 里边，别管对面有没有，咱们这个票打完了之后，它就30%。你就是，假如说这个比赛这个没有这个啥了，它就没有加30%了。谢谢我们康哥，感谢康哥送来的加冕，谢谢大家送来的人气票，能整两张人气票的家人们整两张人气票。我还寻思今天我连九点的前十的屁股我都摸不着，没想到怎么搞的，怎么还上第五了呢？他们对待年度也不认真呢，我不寻思得干冒烟了今天。不是真的，9点之前就这票数的第十的尾巴你都摸不着，我居然能第五，兄弟们整点人气票。一会儿再整点人气票，我这个区的赛打人气票我就打上第一了，家人们。现在第二了，现在第二名了，距离跟第一的话差7000多米。那不着急，就我们就把这个米全刷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 PK 里边还有几秒钟。我说人气票第五，区的话现在是排第二。
啊，收吧，可以了，等五分钟以后再弄。现在留五分钟时间唠唠嗑啊。欢迎海鸥哥，谢谢老周哥。家人们，现在有一张的，我们就来一张人气票，家人们就一张人气票就行。五分钟之后我们再弄，嗯，分就是对战。为什么现在就是要弄一下呢？因为这个今天是小试牛刀的，家人们，就是大家可以走个过程，等九号的时候，就是城市赛的时候，咱们就稍微用点力了啊。等那个地区赛的时候就得拼命了啊。今天就是小试牛刀，大家可以试验一下，一人一张助力人气票，五分钟之后开始，再上600张人气票。就带大家熟悉一下赛程。我唠嗑这么吹牛逼吗？我没感觉呀。我就是说的实话吗？云飞现在排名13。如果说咱这个同工会的如果要是抢的话，我就不上了。他们不抢。他要是在前面的话，我就直接就真的我就放水了，我就不上了。这样过了12，今天我可能要那个过到通宵。过了12点的时候，完了我连一连什么的，连一连就是我们绥化区的这个主播，我看都有谁。啊，我看得有谁，我到时候采访采访他们。九级群开了，九级的兄弟姐妹们可以进群了。哎，不是通宵，就是那个，你过这个到半夜，到一点吧。秋香要 PK 我锤不死他。熬，我哪有啊？才我哪算熬啊？我8点半、9点半、10点半、11点半、12点半，5个小时嘛。就是现在，大家就把灯牌点一点，完了之后呢，粉丝团点亮一下，嗯，完了再送张人气票，我们就唠唠嗑，什么也不用送了。等2分钟之后，大家能整个百元榜，我们就整个百元榜就行；或者是能打满个人气票，我们就打满个人气票，亮个灯牌就行。锤他，就继续卖瓜子。你就这点啊，感冒还没好。好的，一鸣坚韧哥，点个灯牌，唠几句，睡觉了。好的，哥，重要的时刻别掉链子啊！去吧。我看我多少个百元榜，新守护25个，百元榜。哎呀妈，这百元榜都干94个了，谁没整百元的，差几块钱的那个，差几米的直接补上，凑个数，家人们啊。就不用整太多。人世间有百媚千红，我独爱你那一种，爱那一种。九级群满了，还有家人们千万别重复进群，不要重复进群，按照灯牌的等级进啊。伤心处别失落，听明白了没，兄弟们，家人们，九级群满了，胖一会儿再弄一个九级群，不着急，你们别紧张啊。刚才我看了，着急紧张的把头像12级的和9级的和那个5级的都干反了。哎呀妈，谢谢华哥送来的加冕。我在5级可以吧？行，旭日哥。举起手中的酒杯吧，距离上一名还差4000米。4000米的话，这个加成可不可以拿下？我进了3个群，那你退一个，蓝银嫂哥，谢我们九月哥。要付出代价，没有谁能逃脱啊。
几句真话，记不得身上留下多少伤疤。谢谢我们的靓仔，谢谢漫步人生哥啊，怎么搞的？谢漫步人生哥，哎呀，我咋把那个比赛赛程给搞没了？谢我是真的假的哥，谢谢我们的那个浅笑哥，谢谢我漫步人生哥，谢陈哥，谢谢我们的长胜哥，谢谢我们的小凤，谢谢我们的腿哥艾菲尔，谢谢我们青影山哥腿哥艾菲尔。你这千元户还是万元户给我准备的？谢谢我们天空哥，谢谢我们的非常想听哥，谢谢卧槽死鬼送来的999人气票直接上来的百元榜，谢谢用户哥8008825哥送来的520人气票，谢谢茶壶此人哥。不是，是我那个互动玩法里边折，让我弄没了，你得帮我过来看一下。谢谢无聊哥，谢谢我们成功哥，让我啊，这是会员，这个是什么？就互动玩法里边，我在我这个里边。谢谢我们朝夕相处哥，距离上一名还差2000米。谢谢有康哥送来的加冕，就这个地方，就这个，让我点一下，点没了这儿。谢谢我们的洛明哥，谢谢我们的谁哥，谢无声哥。哎呦，出来了，出来了！哎，你咋弄出来的 ？OK， 是点这儿点的吗？哦，出来了，出来了。牛牛牛牛！谢我们的9025大哥送来的加冕。我们就开始聊天，我们就不拉票了，家人们。谢谢我们的海鸥哥，所以说有票的有人气票的直接打在这个8点到9点，尤其是现在6分钟的时间段里边啊。谢谢我们阴影哥送来的加冕，谢谢用户哥。我们人气票收塔群可以往出送了，谢谢我们的263995哥送来的人气票，谢谢我们的随心哥，谢谢我们的韩哥，谢谢我们的春雨绵绵，谢谢我春雨绵绵哥，谢谢，哎呀，谢谢大家。谢谢香奈可哥，谢谢我们的送，谢谢我们香奈可哥送出来的加冕，谢谢我们的新宝送来的百元榜人气票，谢谢我们的白云飞扬，感谢我们的钓鱼冬季哥送来的加冕，谢谢我们的白条哥送来的百元榜，感谢我们华哥送来的520，感谢我们的 MU 哥送来的188人气票，谢谢我们的电脑哥，感谢我们的勇哥的520。金柳瑞麦，加油！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谢我勇哥，哎妈，这谁？谢谢我们的艾，谢谢我腿哥艾菲尔，感谢李少哥，谢谢我们的李少哥，还差1000米第一了，感谢我们的峰哥，就是哥，就是哥。感谢我们的元喜哥，感谢动听哥，谢谢我们的无心无眠哥送来的520，还有999人气表直接上来的百元榜，感谢我们的烟灰哥啊，已经第一了，那是我卡啊，哦啊，那是我距离第二名的那个啥，感谢我们加冕，还有几分钟，还有5分钟的时间结束啊，这个拉票时间还有5分钟结束，谢我们的红线哥的520，感谢我们的军哥送来的300多张人气票，第一了，谢谢大家。5分钟结束后，我们就不送礼物了，家人们啊，我们就到0点以后再上票了。感谢我们的随心哥，谢谢我们的云博哥，
他家没有送出一张人票，我们来一张人气票，现在人气票第六名了。感谢我们的清新，谢谢我们的红剑，感谢不忘初心哥送来的加冕。一听这曲儿，我都感觉我好激动啊！谢谢我们的林哥的520人气票，人气票现在第七了，家人们，人气票第七了，没有送人气票的家人们来过人气票，感谢我们的东升哥。助力人数太少了，90000个，可不，助力人数稍稍小了一点点，小了一点点。谢谢我们哥就是哥送来的武力全开，稀里糊涂第一了。现在还真正年度没开始，就是现在就是小试牛刀热身阶段，家人。等这个9点完事之后，我去换个衣服跟大家先报个备啊！谢谢我们新生哥送来的这8人气票。人少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那他不死人儿，能进前10就行。能来一张的家人们来一张助力，能来打满的我们就打满一张啊！人气票就这几天，到12号这几天可能会多一点，以后的话可能就会少一点，家人们，就基本上很少很少了，一周能有一次就不错了。谢谢我们的春哥，哈哈哈！打满了，谢谢我真哥，谢谢家人们打满，换身衣服，好看的衣服，我有点热了。谢谢我翻新哥送来的520人气票。守塔的不要忘了，不用守那个啥了，直接把这个票数，不管是人气票还是礼物票数，都打在什么呢，这两分钟 PK 的里边，非连屏 PK 里边。谢谢贵在坚持哥送来的999人气票，直接能凑个百元榜，我们就整个百元榜就可以了啊，不用多整，家人们，123位百元榜，光系点赞了，不用点了，歇着，这年头够累了。那反正不闲着也是闲着的，好习惯还是要点的啊。感谢业务哥送来的气球。哦哦哦哦哦哦哦，没有丢灯牌的，灯牌丢一丢，粉丝团点亮一下。还有2分钟结束了。我是林哥，晚上好呀！气球沙漠的风送来的气球，哎呀，谢谢我们的徐军哥送来的加冕，还有1分钟嘛，还有1分30秒，还有1分20秒，感谢我们的 A 坦坦号哥送来的520人气票。皇冠整不出来，到时候我把电脑再重启一下，好多都有这个 bug。 谢谢我们元起哥，谢我们的风儿，谢谢我们的孤星送来的加冕，感谢风送来的玩的人气票，感谢大家直接上的百元榜。给我你的手和你的钥匙，让我在融化的人之间，谢谢我们的诺帕切孤星哥，感谢孤星哥送来的加冕，感谢好多兄弟姐妹们送出来的人气票。还不知道自己点没点亮，你一点那个头像不有个任务吗，就是你点那个灯牌的地方，就是我不有那个啥吗，飞人后边有个心吗，你点那个地方它就会出现这粉丝团，粉丝团又给我下边就会有个这个东西点亮，看到了吗，就会这个东西点亮。哦吼，谁呀，谢谢我们的春哥，这我有个点亮，这个地方点亮，这个地方你一点看，你这就它就点亮了啊，它就点亮了。
他就一个币就点亮了，大家没点亮的时候点亮一下。谢谢我们的企鹅老虎头送来的人气票百元毛。这些都给他点亮了，飞天有个送灯牌，第一个、第二个，为你闪耀。完了，下边就是那个送一些七百钻了，这个七百钻、几百个钻啥的了，但是根据大家条件了。这个没办法，要求每个人完成。就这个一个小心心的，我就必须要求啊，这个必须要完成啊。找一个舒缓一点的曲啊！没有撤退可言，这都太快了。你感冒还没好吗？没。还咳吗？咳啊！兄弟们，走个人气票，放我自己的歌吧，还是我自己的歌好听。小点声。为什么跟 YY 里面不一样了？有不一样吗？哎呀妈！谢谢我小智哥，给我的整的新守护，谢谢大家给我整的新守护，多少个新守护啊？注意身体啊！没这没啥事儿，就往这一坐也不累。粉丝团在哪里？谢谢原文价格送来的人气票，现在就没有送人气票的，这个时间段还有18分钟结束人气票。上神曲吧，上！现在我们人气值第七名。我看啊，谢谢华哥送来的跑车，能整钻石的兄弟们，我们根据条件去整钻石。钻石是1.1倍，1.1倍就相当于100，变成110，10000变成11000。头发不一样了。你要说胖瘦不一样还好，头发也是一样的，长短可能也不一样。助力人数2000多，我们冲个3000助力人数，家人们。让云飞往后上一上，你们咋这样式的呢？人家能整个晋级不好吗？非得让你往后上一上。他要是跟我撕不撕不干第一，我还智胜了呢。你咋不给人加加油呢？谢谢我们的十分哥送来的人气票。人票第八了，刚说完人气票不猛，怎么搞的？怎么都上来了呢？酒杯太浅，去不散两心惆怅。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接他，忙不忙？加！哎呀，我看你在打人气票。哟，谁掉了？姐，哎呦，这还是不是掉了？咱俩，你仔细想想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哥。整不整？